漂亮。要几个？五个。来看看你的大炒面，胡萝卜丝儿、香肠丁，牛肉丁，牛肉丁，牛肉香肠都有。看，这个是香肠，这个是香肠，这个是牛肉。还有鸡蛋吗？没有，没放鸡蛋哈。他把我婆婆那个电脑搬过来了，这个是显示器。我们家笔记本让他爸爸带走了，他爸爸一个笔记本，一个平板，两个手机，你说他长了八只眼吧。嗨，我是青姐。我是东东。东东，今天是第四天了，一天喝了三袋酸奶，这早上我也没刷我先给东东弄吃的。奶奶给他炒的面。炒的面。哎呀，奶奶怎么把这个也拿过来了？哎呀，我没看见，真是的。奶奶这个人真的是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，我买了两份鸭子，就是一份是，一半的一半，然后加两个豆腐皮。我没瞅着奶奶怎么又给我装这个袋子里，让我提溜回来了。哎呦我的天呀，我刚看见。你的筷子呢？你看奶奶多好。奶奶多好。我先给她带过一份去，她就不用做饭了。所以我买的时候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做饭呢，然后问我过去拿不拿，因为我那时候还没去呢。你说亲妈不就也就这样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我没看着她给我放回来了，真是。你瞅瞅你奶奶。我们老太太是什么人啊？就是你给他一块钱的东西，他要还你100块钱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不单是我，就是左右邻居都对他，来来来，吃这个，吃这个，吃。大鸡，大鸭翅。我现在不管他饮食了，我准备天热直接让他去跑步，因为他也管不住自己。我喝酸奶。真香。挺香，你一天真舒服，吃喝睡，吃喝睡，吃喝睡。那你呢？明天是水煮菜，我准备这五天结束了，直接带来7天黄瓜鸡蛋减肥法。我就狠一点，我也不用动脑子，整天做什么饭。然后我买的那个什么。全麦欧包啥的，哎呦，我没瞅着，那奶奶晚上吃啥呀？奶奶今天做了炒面，哦，对，还给你拿的鸡腿儿，东东，小鸡翅儿，鸡翅儿，它里边还放了点鸡爪子，哎呀，太不好意思，我没看，因为我在扛着个电脑嘛，我也没注意，他就给我都弄回来了。不过我婆婆就住在菜场旁边，然后楼下就是超市，她倒是很近。我那天跟她说了，我说等着那个什么，你那个年纪大点儿不能动了，你就跟我住，就行动不方便了，你就跟我住。估计特别感动她心里。其实婆媳问题也很简单，当然可能人跟人也不一样。反正是我对他好，他就对我好；他对我好，我就对他好。其实目前看来是说他对我好的多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够好，我会改变的。别吃肥皮啊，皮别吃啊，只吃瘦肉啊。听到了吗？你看那个皮多厚，听到了吗？鸭子的皮太厚。哎，行了，明天吃水煮菜。拜拜拜拜。